白沙屯妈祖哈，会经过那个彰化，那你希不希望白沙屯妈祖经过的时候来看看你啊？如果希望的话，你眨眨眼睛给叔叔看好不好？啊，你眨眼哦。你希望妈祖来看你，对不对？好。有啊，因为早上又接到妹妹那边的电话，就是我妹妹的。妹妹他们的妹妹，应该说妹妹的部分是没有好转，医生也要做一些决策这样子。对，对。啊，听到这个，我就是觉得蛮沉重的。他会希望如果有经过这里面，会到就那个路口吗？还是说外面就近就好？就是希望说到那个肇事路口。那是不是要说明天呢？妈祖经过彰化之后，得顺便来帮小妹妹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现在的妈祖哦，非常有神机，非常灵验呐。哦，那未来也很好，希望能来帮忙我们小朋友。哦，那来帮忙他。哦，未来他的脑部神经、他的身体、他的什么四肢得到修复，他的病情可以赶快好转。可以看卡通哦。我要拍给他看了吗？好好好。这白沙祖妈祖哈，本来是没有要过来的。哦，本来是在彰化市路口就已经要走到金马路那边去了，结果，哦，因为我们是去年知道，其实疫情有个非常大的转折，他竟然一路走过来，然后到了秀传门口，其实本来在马路对面哦，哦，那我在前面哈，哦，啊，我们就是我们很多同仁呐，哈，院长啦，一直在唱，在判断马祖，哦，可以给我们师傅的时候，哎，马祖进来了。那是不是要说明天呢？妈祖经过彰化之后，得顺便来帮小妹妹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现在的妈祖哈，非常有神机，非常灵验呐。哦，那未来也很好，希望能来帮忙我们小朋友。哦，那来帮忙他。哦，未来他的脑部神经、他的身体、他的什么四肢得到修复，他的病情可以赶快好转。当然是我们希望是有啦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帮妹妹他们做个祈福。祈祷他们赶快好起来，这样。这几天有没有也很担心？有啊，因为早上又接到妹妹那边的电话，就是我妹妹的。妹妹他们的妹妹，应该说妹妹的部分是没有好转，医生也要做一些决策这样子。对。啊，听到这个，我是觉得蛮沉重的。他会希望如果有经过这里面会到就那个路口吗？还是说外面就近就好？就是希望说到那个肇事路口那边啦。对，白沙屯妈祖哈，会经过那个彰化，那你希不希望白沙屯妈祖经过的时候来看看你啊？如果希望的话，你眨眨眼睛给叔叔看好不好？啊，你眨眼哦。你希望妈祖来看你，对不对？好。